做我回家的時候多數都是一個角色，即可能就咁過場啊啲咁樣啦。但依家叫做真係有一個角色係温文老師，可以連住去做啦。同埋好唔同咯。平時我講嘢可能好快啦，即係做開主播講嘢好快咁樣。但依家就要扮得好斯文咁樣咯。似唔似你有個角色？唔似。啲人咧即係啲朋友啦，話見到我之後，喂，完全唔似你喎，你把聲好難整啊，咁樣同我講。但係好唔好玩啊！即係拍全景劇，我覺得好玩嘅，因為點樣講咧？因為佢製作得快，即係其實我拍完之後，我唔使等好耐，我就可以見到自己出現啊嘛，係啊。即係可以睇到自己嗰、那個即係有冇進步啊，或者各方面有啲咩改善咁樣。係，同埋因為好多人一齊拍咧，尤其是我個角色咧係比較搞笑嘅，咁我同埋阿容儀啊、譚道德嗰啲一齊咧，好多時佢哋都會搞好多嘢咯。係咪好多人都叫你温文老師啊？係啊，即係依家我翻到公司咧，好多同事見到我都係話温文老師咁樣，跟住就我就覆佢哋有禮咁樣咯。出街咧，出街會唔會有人咁樣叫你啊？出街到佢話：，你係咪拍我回家個老師啊？我係我係温文啊咁樣咯。東望想你睇新增咗賺分任務，每日簽到同埋閱讀指定新聞，快啲下載東望 app。一边睇新闻，一边赚到更多 OM.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